长，请问为什么要做土凤梨冰霸？哦，因为今年呢，那个凤梨酥销路，有问题，所以说那个做种土凤梨的那个农民，他们的凤梨就销不出去，所以说我就想说，我们去年已经有试做了，啊，我可以帮助他们把这个东西把它做成成品，然后，帮助他们把这个东西销出去，啊，我们也增加一个新的一个产品，因为我们有这个经验，所以我们比去年做的那个凤梨冰棒，更好吃，我相信可以把这个东西推出去，这样子。